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空降灭灵器在体肤上线了典藏皮肤，同时还上线了式神的技能调整加强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先来看一下这个典藏皮肤。这个典藏皮肤的设计可以说是突破了已有的和风的一个桎梏啊。甚至已经不是和风的问题了，这是已经好像不怎么东方风，有点西幻风格了。那这样的风格创新对于阴阳师来说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满分十分，愿意给空降灭灵器这个新的典藏皮肤打几分？那现在我就购买上这个典藏皮肤，来为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实战特效。哇，这个剑魔放在局内感觉好大一只啊，背后这个蝴蝶翅膀有点显眼哦。先来看一下普攻的特效啊，普攻点上去有一个蝴蝶碎裂的效果，然后再来看一下大招的特效。大招现在跳跳妹妹身上已经有一线木的效果了，来看一下大招释放和引爆梦虚空镜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招，还是放给后面的傀儡师，梦虚空镜放下去之后，有两个像是眼睛的东西围绕着在盘旋，那个是一线木的效果。梦虚空镜，好，那么白面相关的特效看得差不多了，准备切换到黑面，来看一下黑面的特效。来，首先来看一下转阶段转入黑面的特效，表里之象，然后就变成黑面了。再来看一下黑面状态下的普攻还有大招，普攻特效也发生了一点变化呀。看一下大招，轮回一息。OK， 那么空气的典藏皮肤、实战建模还有技能特效都为大家展示完了。下面再来聊一下空降灭灵器本次体验服技能修改的变化。说是变化，其实也就是又给改回去了呀。原本的空降灭灵器大招一线木就是持续三回合，而且在封印被动的时候不需要效果命中，在之前的削弱中把这个一线木持续时间改成了两回合，而且还改了一个封被动需要加命中，现在终于是给改回去了，只要是重复命中一线木就可以直接封印，不需要效果命中，同时时间也变成了三回合。在打 PVE 那些跑得快的 BOSS， 比如超鬼王的时候，没有那么容易让 BOSS 跑掉一线木的效果了。那这其实是空降灭灵器第二次技能回调，之前也有一次修改是把它削弱的一部分给补了回去。那经过这两次回调以后，空气的效果已经比较接近于初版了啊。当然和初版相比，这个黑面状态下的无视防御效果还是被削弱了一些，但总归还是个好事情吧，就空气还是回调到了它比较强的一个技能状态下。而且本次体验服的修改还有一个真正的加强，就是调整了他大招梦虚空镜的 AI 施法逻辑。现在空气在白面状态下释放大招，优先选择生命值最高的敌方目标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打 PVE 活动的时候，空气可以不用再手动去标记 BOSS 了，它会自动优先选择生命值最高的 BOSS 作为大招施法目标。 OK， 那么光说大家可能还是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，我这里直接来实战演示一局啊，就拿经典的这个空气加上失灵加上虚佐套娃来演示一下。那其实第十天还有虚佐之男，他们原本的 AI 就是会根据血量来打的，自动把技能放给血量最高的 BOSS。 在今天的技能调整之后，空降灭灵器也可以追高了，在自动情况下，空气的一线木自动放给 BOSS， 自动续给 BOSS， 不会让伤害打偏，只需要保证空气的面板爆伤高于虚佐，就可以实现完全自动化操作，不需要红标也不需要绿标，这个效果看起来还是蛮舒服的。对于之后那些打 BOSS 的 PVE 活动可以说是又简化了操作，现在连空气失灵的套娃队也可以实现全自动挂机，不需要手动标记了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空降灭灵器新的典藏皮肤，它的实战特效演示，还有关于空降灭灵器本次在体验服技能调整的分析以及实测了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@歌海晨露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